他就写，这我没在考。对，内衬不考虑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这件小白身上的裤子是3D 的，3D 牛仔裤的，3D 裤脚的浅蓝色。那我们就不多做介绍牛仔裤，不多做介绍牛仔裤。那上衣是什么？上衣我要买的，我要买。它叫什么名字？口袋侧压折抽绳衬衫。这件我跟小编很欧肉它，欧肉它。我是比较上身比较肉，然后小编是平身的，穿这件很好看。然后先介绍一下衬衫，它完全没拉就长这样子，它是比较偏中短版长度的位置，大概就盖在肚脐上面。对，它就盖在肚脐上面，然后衬衫是稍微有点宽松的感觉，它是这样子。那侧边会浪浪哦，你要记得要加背心，因为它侧边袖口是比较宽的。我的口袋旁边打呼。我刚想说是什么声音？对，然后它的肩膀是这样做宽的压褶设计，所以正面的话它是这样，肩膀是比较挺一点点的感觉。那它两侧是有做抽绳，那你不抽绳的话，它就下摆是这样子宽宽松松，我觉得也是好看。你就稍微把它绑个单结固定，这样或是蝴蝶结固定也可以。我示范一下给大家。这件穿起来好挺哦。对，它也是一个风格，就是你不绑的时候，它也是一个风格。转一圈给大家看看。好，然后呢，它有另外一个穿法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这件洋装很美。那我猜，有人说想看宽领细条纹短 T 蓝色。好，好，我今天可能要10点才穿回家。这次款式比较多。对，老红，你看看，没有，我们明天去加。好，你也可以睡到宝宝啊，明天来。对，哦，他把它抽绳，对，他就在抽绳，然后这个松紧度就是依照你的感，你依照你的喜好去抽，所以它算是有点设计感的上衣。然后我觉得像刚刚都没抽，应该也不会怪怪的吧？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看的，就如果下半身是搭那种老爷裤比较窄短裤的话也可以，都可以，对，不同感。然后它如果抽绳起来就是这样子，它就是会更怎么讲，比较可爱一点点。对，刚刚是比较，我觉得比较小男生一些些，中性一点的感觉。那现在是比较少少女吗？就比较有点可爱的感觉，对，就是加一点可爱，帮你加了3D 可爱，因为比较有腰身，就这边看起来比较有腰身，会比较凶，就是又更凶式的型。刚刚就是有点帅气感，比较风衣的那种帅帅的感觉。但我觉得抽绳之后，就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比较有腰身，就又多了一点点的人味。还有四个颜色，然后很好看，袖子还蛮就是这件黄色很可爱，黄色很可爱，这个颜色它的黄色是芒果黄吧？这对吧？只有我这样觉得吗？哦，芒果黄，可以可以，对，它的颜色还蛮可爱的。然后这边是黄芥末，哎，黄芥末，黄芥末酱的那种。蜂蜜芥末酱，真芒果啊，对，好像是芥末酱，对，芥末不是芒果吗？取消，取消芒果，取消。然后它总共有4个色，这个是黄色，然后点点，点点可爱，这款真的是四个颜色，我真的是很选的，拜托不要给我推荐颜色，我觉得因为真的就是每个人喜好不同，对，因为它其实除了黄色稍微比较跳，就是可能有些人买之前会稍微犹豫一下，但它其实另外三个色都算基本色，然后这个是纯白色，素面的纯白色，然后这个是杏色，这是杏色，它有4个色，真的都很好，看起来比较温柔一点，但我觉得这是最，我喜欢好色。我喜欢杏色，因为我官网它是搭那个军绿色裤子，然后因为我有军绿色裤子，我就搭起来非常好看，我就是觉得它官网一整套。但是如果你是平常要比较跳一点的话，就是点点其实算是还蛮好搭的，就是要跳然后又百搭的话，就是选点点。然后如果像方针是很适合亮色系的女生的话，推黄色，因为它这个黄色是好看的黄色。然后最基本就是你今天是白跟杏，我今天不管什么都要搭的话就是白色。对对，然后杏色的话会比较推。如果你是肤色黄一点，然后又肤色比较健康，然后你又想要什么都要搭的话，那就是推白色。那有肤色没那么黄，然后或者比较偏白的话，杏色是其实可以参考一下。它们两个色系其实是不一样，这是白色，这是杏色，然后米白底黄点点，然后黄色，这是很可爱，很可爱的，今天上衣超可爱的，绑或不绑都很好看，然后搭短裤或是短裙都可以。嗯，好好看哦，天哪！开会，刚刚想要入坑了，真的。好，可以那个点。